行进中的弹射技术是一项基础射门技术，本技术最大的优点是出球迅速且兼具准确性，使守门员难以扑救。运动员向球门方向滑行，将双手架离身体，并将球拍落于正手侧的冰上，将冰球置于正手侧身前的外侧，向下压球杆，将体重移至单腿，从此位置将上手向回拉，下手向前推，将冰球快速向前移动，将重心转移至另一脚的同时，将冰球弹射出去。射出冰球后，需让球杆继续跟随挥动指向球门。运动员在滑行中将双手架离身体，并将球拍落于正手侧的冰上，将球杆向下压，并将重量移至单脚，下压球杆将冰球向前方加速移动，将体重移至另一只脚的同时射出冰球。当完全将体重向球门方向转移，并将球杆指向球门，且继续向球门方向滑行时，本动作完成。没有将身体重量在双脚之间转移，没有让身体和球杆继续跟进，向前过分倚靠或双手过于靠近身体，双膝弯曲程度不够，核心肌群不够收紧。